揍了头子一顿，然后所造成的风波跟社会大众道歉，使用暴力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不好意思，打人是不对的，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揍他。我对昨天一时没有忍耐住，揍了头子一顿，然后所造成的风波跟社会大众道歉，使用暴力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会负起相关的法律责任，那面对，但整件事情其实他到我店内用餐，应该说本来就不安好心嘛。他到我店里面用餐的时候，如果讲我的东西很好吃，那谁要看？大家社会大众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一下，如果他今天到我店内用餐，说我的餐点很棒很好吃，那应该没人要看吧。所以他本来就不安好心，就是让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。我从外赶回来，我请我的主厨用最好的料理招待他，从头到尾他都是满怀着恶意而来，我是带着善意。我就算给他事先单事先讨，我想他也是必须挑剔，因为才有人看嘛。他的频道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专门讲人家坏话。那他影响到了不只是我餐厅的营运，还有我员工这几个月来的辛苦，还有我们对料理的执着。我的东西怎么可能会难吃？基本上我的主厨二三十年的经验，我东西都用最好的。我自认是一个美食者，我怎么可能开一间餐厅来砸自己招牌？但是你对这种人讲，讲什么都讲不通。那越讲越气愤，所以一时思虑之下，所以我就用超派铁拳揍了他一顿。那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子。他会想要跟自己道歉吗？因为你都说动手术。谢谢大家。有外传说，就是您可能有缓刑的状况，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？会不会想要尽力跟偷子做和解呢？后面有桌子，后面桌子小心哦。以偷子担心还是就是那个缓刑打人是不对的，但是小心面对偷子的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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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有。打人是不对的，但是偷子这样的挑衅，我想你有一个对付的男生可以接受的吧。大家都是带大的，那小心你一直踩一直踩，你来我的餐厅从头到尾都在嫌，不收钱也不是，拿最好的料理款待你也不是，你当然会说你有讲说鱼很好吃啊，饭很难吃，因为你讲说所有东西都很好吃，那就不切实际了嘛。所以偷子也很聪明啊，对。不会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们做了他而已，又不是什么正常方式那样那个，谢谢。后面楼梯，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，打人是不对的。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揍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想跟涛子道歉吗？楼梯，小心楼梯。过来。毕竟有多钱，是有人看你的关系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